过去几年，今场波王振鹏确实有上错嘅表现啊！总比数咧，热刺系赢4-3嘅，成为香港史上第三支香港球会咧晋升呢个亚联四征战亚洲赛嘅经验话俾我哋听。本场五回，热刺再度陷于困局，结果热刺输2-3，无缘八强。为香港而战嘅机会。加位都很有料，头锤入波，结果就系1:23嘅时间啦，光球队能够。金凤珍接应罚球，在自己地头迎平破网，卫能射失。他们在12码输3-4，能够再进一步。从来都是得来不易的。一支真正为香港而战的球队，香港人撑香港代表。